好，我是 Evan，我在 Mozilla 从事前端工程师的工作。一年六个月。Firefox OS 的前端系统的工作。那时候就希望可以投入一个专注在前端工作领域，然后找了一下，在台湾其实前端专职做前端的工作机会非常小，那 Mozilla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之一，所以我就来这边。JavaScript。去年参加了一个Node KO 的比赛，我们用手机去操纵那个音乐，然后那蛮有趣的，然后我们也得了那个全球创新的第二名这样子。我希望可以使用 Markdown 语言去做一个投影片工具，那做这件事情主要是为了让使用者可以专注在内容的产生，而不会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被设计要调整界面，然后非常困扰这样子。打电玩，然后跟写一些专案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。之前有一阵子，台北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很疯 Rangers， 所以我也在玩。然后玩到一阵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有一点腻了，然后觉得那是不是可以让电脑来玩？所以我就开始写了一个自动化工具，然后可以去制作一些策略，然后可以让电脑自己去玩。所以这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专案，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你的策略，然后去让它玩 Rangers 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就是今年开始，我试着去把 open source 的专案的开发的方式带入到学校，包括跟学校一起合作。那 我觉得每年可以花一点自己的能量在散播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